厘岛是印尼的一个岛，位于印尼的东部。巴厘岛有很多著名的旅游景点，有海神庙、圣泉庙、乌布王宫、乌布市集、梯田、火山，还有很多很漂亮的沙滩和度假村。香港是有直航机去巴厘岛的，5个小时就到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一起出发去巴厘岛啦。 Those three words I spelled out in your eyes。咁靓嘅地方就系海神庙啦，喺巴厘岛一个非常重要嘅宗教场所。这个庙位于巴厘岛嘅南部，坐落喺海岸边啦。这个位置系好特别嘅，因为巴厘岛人相信呢度系神圣嘅海神居住嘅地方。巴厘岛海神庙有一个很有趣的民间故事。传说很久很久之前，巴厘岛的海神庙附近有一个小村庄，村庄里面的居民都很敬重海神的，相信海神可以保护他们免受海洋灾害的侵扰。咁故事咧就讲有一个渔夫，佢有一日出海遇到咗大风暴啊，佢嘅船仔俾巨浪吞噬咗啦，佢又失踪埋，咁村民全部都好担心啦，佢哋相信海神可以帮助揾翻渔夫嘅，咁佢哋全部都好诚心咁祈祷啦。这个时候奇迹发生啦，巴厘岛海神庙嘅大门突然间打开咗啊！形成了一条通向海底的秘密通道啊！村民都相信这个就是海神的指引啊！咁佢哋穿过通道啦，最终是在海底找到了渔夫的。咁渔夫回到村庄之后咧，就分享了佢在海底见到的美丽嘅景色啦。咁呢个时候开始咧，巴厘岛的海神庙咧就视为与海底世界相连的神圣之地啦。他们都相信只要他们可以诚心祈祷，海神庙的大门依然是会打开的，为他们提供通往海底的特殊通道啊。Too many times before you've been told, so many times before。庙的建筑风格是受到巴厘岛传统文化和印度教的影响，在庙内你可以见到传统的巴厘岛建筑设计。庙内很多祭坛和神像就代表着对海神的崇拜和礼敬。每一年巴厘岛的居民就会举行盛大的祭典和仪式，代表是对海神的敬意和感激之情。咁呢度咧都系游客嘅热门景点，你可以欣赏到好靓嘅海景同埋当地嘅宗教活动啊！咁所以呢个地方系好独特神圣嘅。Love you。水上活动的，咁又有好多好嘢食噶，你睇下周围都是露天餐厅和酒吧啊，咁呢度咧睇日落一流啊，咁我哋快啲揾翻个靓位，一路睇日落一路食嘢先。
度就是南湾海滩啊。咁南湾岸边咧好多岩石挡住啲海浪啊，咁好平静啊。咁所以你睇下，好多人喺度玩水上活动嘅。咁但系今日咧，我哋就唔玩水上活动啦，我哋系搭玻璃船去海龟岛啊。海龟岛咧，同我想象嘅唔一样啦。咁原来佢系将啲海龟养住喺度，仲有好多小动物。咁你可以喂海龟啦，喂下其他小动物咁啦，咁就啱晒小朋友嚟嘅。呢度又有椰青饮啦，咁望住个海饮椰青都几正。食完晏，我哋就嚟到咗情人崖啦。呢度是巴厘岛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啦，呢度有壮观的悬崖同埋古老的寺庙。哇，你睇下几靓啊！呢度出边就是印度洋啦。呢个寺庙建于十一世纪啦，系巴厘岛六大神庙之一啦，咁同时都是一个重要的宗教场所啊。玩大家要好小心一样嘢，就系呢度啲马骝啦，真系好劲噶，乜都抢噶，你千祈唔好睇小佢啊！哇，你睇下佢，话口未完就抢咗隔篱个女仔对拖鞋啦，要掟啲山竹俾佢先可以交换翻对拖鞋啊！大家真系要小心你嘅帽同眼镜啊！ Oh, it's not love.我哋食完早餐，好早就出发去圣泉庙啦。圣泉庙位于巴厘岛嘅中部啦，呢度系圣泉池同埋湿婆庙嘅结合啦。呢度最大嘅特色咧就系圣泉池啦。圣泉池有三十几个喷泉啦，每个喷泉都有自己独特嘅意义同用途嘅。咁当地嘅居民同埋游客咧就喺度接受圣泉嘅洗礼啦。佢哋会一路洗一路祈祷，相信咁样系会带嚟好运同埋祝福嘅。除了圣泉池之外，圣泉庙仲有其他景点和设施的，有花园、庭院和祭坛的。圣泉庙建于公元962年，是由巴厘岛第一位国王创建的。传说当年有一位圣人，他发现了一个古老的圣地，他认为这个地方涌出来的泉水是具有神圣的力量，所以就创建了这个圣泉庙了。Not your fault, I feel this way, senseless with no 这里养了很多锦鲤啊，他们平时肯定是吃惯好东西了，我的手指一指呢，几十条即刻扑过来啊，以为有好东西吃啊。This town is a lot of things, and gets you down, it lets you bleed. And I need to get out.Find a ticket to leave. In a couple weeks, I could drive. 佢今日嘅午餐系食巴厘岛庄鸭饭啊，听落去好似好污糟咁，但实际上佢系一个好好味嘅巴厘岛特色菜嚟嘅。咁首先用秘制嘅香料浸住啲鸭啦，等佢哋吸收晒啲香料同味道之后咧，就将佢哋烤至外皮金黄酥脆，但系入边系鲜嫩多汁嘅。咁最后鸭肉同白饭一齐上啦，咁配上一啲巴厘岛特色嘅酱汁同埋蔬菜，真系好好食噶。咁传说食完呢个巴厘岛庄鸭饭之后咧，你就可以摆脱衰运同埋疾病啦。咁可以迎接好运同埋好事嘅到嚟啊！ It will get senseless for each other. Where do you go when the lights turn it off? Where do you go when your hopes are falling from?
食完午餐之后，我哋就嚟到咗乌布皇宫啦。呢个皇宫唔使门票噶，呢度系十六世纪第一入五国王时期兴建嘅。咁皇宫虽然唔算金碧辉煌啦，但系好有巴厘岛印度教嘅特色噶。皇宫隔篱就系乌布市集啦，哇！呢度真系一个购物天堂啊！呢度好多摊位同埋小店啊，都系卖当地嘅一啲特色嘢啦。乌布市集附近仲有一个德哥拉朗梯田啊，呢个系巴厘岛世界遗产嚟噶。全世界最大的沙滩俱乐部啦，呢度好多位俾你拣噶，唔同嘅位咧就唔同嘅价钱啦。咁我哋拣呢度咧就好隐蔽嘅，咁又有靓泳池景啦，又有海景啦，就自成一角，咁就300万印尼盾嘅，咁大约系1500港币啦。咁但系我哋1点钟前入嚟咧就系有半价噶，咁啲钱咧就又可以攞嚟食嘢啦，又可以攞嚟按摩啦。我哋而家周围行下先，哇！呢度真系好靓啊，真系好似一个为你而设嘅天堂啊！你可以喺度尽情咁放松，享受阳光、海滩同埋美食，无忧无虑咁过一个无敌嘅开心时光啊！口味嘅，但系发现呢度嘅嘢食真系超正啊！食物嘅种类咧又丰富啦，买相又唔错啦，同埋咁靓嘅 view， 我哋今餐埋单先系450港币咋，全部嘢都好好食噶。仲有一样嘢一定要试嘅，就系全身按摩或者脚底按摩啦。望住咁靓嘅日落喺度按摩，哇，真系好叹啊，好超啊，身体同灵魂都放松到爆啊！